看起来今仔日哦，我是走袂去。讲，你想要安怎？给我一个名，阮业界的手腕，无我朱处长到底是谁？我叫你糟蹋王爷，我无叫你吃夜刀。你叫你糟蹋人，嘛唔知影分寸。啊，好好讨论，什么叫糟蹋人？好，你知影我的分寸在倒？我小米，你住，你住哪？你应该问的是音乐界。赖三相，叶少峰找我跟他合作，想让你的二哥拍。阿五哥想不到，不过这人人杂耶，根本无去啊。十七街拜，两个一做伙，都我拄着。今麦杜成四个在找我，危险的，不是我，是你。看起来，甲这两个要走，都做啥歹代志？我拄着吼，伊两个在死。爸，不是讲要去找柯小平，啊，不过因家伫无共方向诶，爸到底要去倒位啦？看起来今仔日哦，我是走袂去。讲，你想要安怎？给我一个名，阮业界诶手腕，无我朱处长到底是谁？我叫你糟蹋王爷，我无叫你吃夜刀。你叫你糟蹋人，嘛唔知影分寸。啊，好好讨论，啥物叫糟蹋人？好，你知影我诶分寸伫倒？我小米，你住，你住哪？你应该问的是音乐界。赖三相，叶少峰找我跟他合作，想让你的二哥拍。阿五哥想不到，不过这人人杂耶，根本无去啊！你笨蛋！啊！杜明，你讲你到底在哪里讲？这是柯小平的主意啦！哎呦，我奇怪，那糟蹋王雅婷啊！搞到把快哦！杜承恩，你也跟我做阵，拢是因为你爸母啦！我独挑一个，咱个恩怨是不是应该减半？哈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